中华关庆就中华民国109年国庆系列活动，将要伫个溪湖镇展开，甲以往无同款。伫个国庆日东港再起，除了伫个溪湖国小甲周边道路进行社区采购欢乐嘉年华活动以外，伫个溪湖灯厂也来举办2020中华传统戏曲节系列表演，做伙来庆祝中华民国生日快乐。北管乐团先来一段热烈的演出。中华馆为着要庆祝中华民国109年国庆生日，今年特别经典溪湖镇举办庆祝活动。今仔日首先举办记者会，邀请大家做伙来参加。中华馆长王惠美表示，今年国庆日庆祝活动是甲以往无同的办理方式。国庆当天，伫个溪湖镇溪湖国小甲周边的道路进行社区采购欢乐嘉年华活动。参加采购的乡亲将送一个红包、国旗造型的鸡龟仔、甲纹身贴纸，现场嘛有参观活动的单位。10月10号是我们国家重要的一个庆典哦。那彰化县政府一样，在我们国庆日当天，会在我们的西湖镇来做我们社区的特色的一个彩街，那会在我们的糖厂呢来做我们传统戏曲节的一个开演，那让它从早上呢热闹到晚上，在这边邀请我们所有的乡亲，10月10号一起来庆祝国家的这个庆典，一起来参与我们热闹的这个活动。这一次呢，我们社区啊的民众啊，发挥他们自己的巧思哦，包括他们针对环保、针对我们社福的一个议题，或者我们的一些文化艺术的部分，自己去做相关的采街队伍的一个这个装饰，以及采街内容的一个变化。另外，溪湖糖厂嘛在东港举办2020中华传统戏曲节系列表演。现场另外有亲子参观活动、文创市集甲免费品茶活动，欢迎乡亲踊跃参加，共同来庆祝中华民国生日快乐。新中华新闻北面林中华采访报道。